大家好，我是阿雄，上回俺的广东文化给阿哥带俺的是广东巡街门主，然后又去第一次到了成都了嘛，俺的带着两位广东文化的客家阿哥，那两个塞班团土生娘娘啊，娘娘又是俺的客家人的酒庄，带进来娘娘看一下，聊个哈俺的塞班团当地的客家人，客家米派，客家酱一下。两个像俺的林飞庄、李飞庄还有吴飞庄哈，今年三位创始人，创办的。啊，路上这边很多两个酒，白酒、红酒、米酒，啊，啤酒，还有个都有。这个黑糯米加菊花、陈皮、桑葚、茉莉、玫瑰，哎，这个复合香，你尝一下，有陈皮的香味。广东的发迹客家人，几个有可能是文化是吧？啊，反正些高东，反正高东些多半，多半高东，高东比较多。那么高的去到哈，那你东山有没有太多的高东吧？高东的，哎，福建的油很少，哎，油少的很。嗯，福建江西，哎，对，江西的各省。嗯，江西的东山那边几乎没得，嗯，发的也挺多。拉冰糖，啊，这个，嗯，发给那同类有盐。来过来，嗯，就那样子，样子是三百那整的，三百那整，他家原住民的五万多、四万多，十一万多，接近十一万，就按你三百那样子整，对不对？十一万，看看你个原住民，你饿不了一两万人、两三万，你了么子那同发起？你同发一半年你的同发量。对对，而且城西烧开干净，到时候是城市收纳是双职工的，应该标准的一千万，就给要么是百千万的，就按当年湖广填西烧填西烧的，这样子延续好了，应该一千万。但是只有广东很多人认可的，很多人办，就北京人办嘛，对，光开干净样子才给西烧三百，对的，就按起的比例，百千万西烧有三百万，光开干净，对的，在两三百年的一个经济。小小几个来吃，包括哪个孙子，俺就在有一个高级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小杨子就阿雄，绝对看看文化，对俺给他们有一个去过一点，对不对？越陈越香。一般选择多一点的还是酱香，同时。他是俺们茶酒庄的吧，伙伴茶嘛。李生在带俺们广东的客家老乡，然后两个土城村第八矿一下。啊，俩是些土城村的乡政府哈，政府给盘公的，修的修了一个土楼那边，那个围屋那边哈，啊，很有特色，对俺们客家元素哈。待下来呢，就是客家风情园哈，哈哈，看嘛，等个下个时的是客家风情园啊，俩俩当地出去丢些客家人，俩是些土城哈。原来阿雄啊配过很多水，哈哈，经常看阿雄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有点印象哈。好嘛，两位就是俺的土城村第八个那个围屋哈，小马呢，就是沿了农村哈，很多年搬了一起嘛，然后出了粮食，学了很有特色。第八就是半圆形的哈，阿叉天那个在考虑的，等下看得出来，哈哈。但是走到去第八就很明显，东山客家。俺们成都客家人普遍的称其家为东山客家人，因为俺们成都客家人哈，普遍就是分布到他成都的东边，而且是靠近山的地方，所以俺们称呼其家为东山客家人。李生，俺还有点事情啊，就先找起来。张飞庄再带俺的文化给客家老乡，去其他地方再立一下。俺们李生是去了给俺俩去塞班团哈。成都市新都区塞班团，塞班团导体全部都是客家人，说今后有人告诉你客家老乡哈，你们可以拿塞班团来立一下嘛，当时基本上都是客家人，啊，可以去到时候让你看那个土生羊去立一下，啊，很好立哈，很有意义。最后大家视频看到了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哈，我们下次视频有见，拜拜。